日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届女人行表扬会2019特别颁发个人荣誉奖于香港已故天后梅艳芳，赞扬她在社会上的贡献，即使离世后对社会也一直有正面的影响。该奖项由阿梅哥哥梅启明专程飞抵吉隆坡代为领奖，现场播放梅妈妈的录音，感谢大会对女儿的尊重。颁奖典礼现场亦有人献唱阿梅的经典名曲。